各位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在电脑电视前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已经过了立夏的节气，弟兄姐妹们终于可以脱掉厚厚的外套，换上颜色鲜艳轻薄的单衣，常常的在户外走一走，赏赏花，看看星。在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别忘了感谢创造这一切的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请大家将手机关闭或调至静音，让我们有片刻的安静。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听宣召。诗篇第1:4-5，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此刻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你。你的伟大高过诸天，你的奇妙深过地海，你赐予我们生命，赐予众生有气息，更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都要归于你的名下，都要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活着就要努力地见证你的名。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如今又保守我们还在你恩典中不失落，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脆弱的身躯，穿过我们每天的安全，让我们有能力工作侍奉，我们要称谢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求你帮助我们有能力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的名。求主卸下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与忧虑，赐予我们刚强壮志去面对善变的明天。让我们学习约瑟的信心，因我们人生所遭遇的、将要面对经历的，都有你的目的与美善在其中。让我们学习拥抱今天，活在当下，以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求主把这宝贵的信念深深地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成为刚强的人。求主怜悯在软弱患难中的肢体，安慰我们当中伤心痛苦的人，因为我们在遭遇这一切的时候，主啊，你是知道的，你必带领我们走过这死荫幽谷，领我们到青翠草地。主啊，我们将赵牧师今天的信息分享交托给你，请你让赵牧师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益处。你的话语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为这一切感谢赞美你，将荣耀都归给你。求主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Amen。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击掌合唱，把这首《齐来称颂耶稣之名》送给我们的神。齐来称颂耶稣圣名，天使匍匐敬拜。在主脚前献上感恩，虔诚祂我也主宰。在主脚前献上感恩，虔诚祂我也主宰。亚伯拉罕树林出现，蒙主救赎带，感谢救主无量厚恩，尊崇他万有主宰，感
人世间这无量空海，真诚他外有主宰。普天之下万诸万般，常来向主敬拜。尊贵荣耀都归他呀，尊崇他，万物主宰。尊贵荣耀都归他呀，尊崇他，万有主宰。愿一生不贪居天上，在主面前跪拜，荣光歌颂同声高唱，尊崇他，万有主宰。永恒歌颂同声高唱，尊崇他，万有主宰。万有主宰，万众欢呼，万民齐齐主宝座前。我们敬拜耶稣，称颂耶稣，等候耶稣，仰望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和平之君，是世界的光，是我们心所盼望的。让我们在心中一起呐喊：耶稣，耶稣！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力量的前行，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要望你，用你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世主，耶稣，耶稣，耶稣的王，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力量的前行，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要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世主，耶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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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所盼望。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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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神的儿子。耶
主，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是你的我，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欢欢的日子。耶稣，耶稣，我的救主。耶稣，耶稣，是我的王。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基督呀，请大家坐下。感谢弟兄姐妹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赵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平安中，我们有光明。我们听到吧，现在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创造我们，你眷顾我们。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主面前，愿我们一起的唱诗去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奉主啊，我们所祈求的是，这个时间你给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主啊，圣灵如果不跟我们讲话，圣灵。不与我们同在，今天早晨，我们这个小时就是浪费时间，倒不如我们在下午的睡觉。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敬意神；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听神的话。愿圣灵开我们的心，向我们讲话。我们知道人的讲话，人的有限，怎么可能能够讲得清楚神的事情？这个是不可能的，只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心里面讲话。求主今天早晨怜悯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特别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以前讲过亚伯拉罕，我真的很羡慕这个亚伯拉罕，因为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讲，就亚伯拉罕就是。神的朋友，咱们神的朋友啊，就我看，像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发现亚伯拉罕神句，神神句，来来回回好像朋友一样讲话的，我真的很羡慕。多少时间我们的祷告跟神谈话，好像自己跟自己谈话，好像跟空气谈话，我们觉得在祷告。但是好像没有感觉一样。但是亚伯拉罕这个人，在圣经里面说他是神的好朋友。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从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学习他怎么成为神的好朋友的了。我们其实这段经文呢，已经看过，今天我们再次看啊，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讲念一二三。第四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讲到说，神跟亚伯兰讲啊，说不要惧怕。弟兄姐妹，当你跟一个人讲不要怕，为什么你跟他讲不要怕？为什么你跟他讲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我害怕。因为他不怕，你跟他讲不要害怕干嘛？因为他那时候很可能他已经很惧怕，所以你叫他不要怕。那这句经文里面说，为什么他怕？很可能是就是第一句，这次以后什么事情发生呢？在当时候，在亚伯拉罕住的附近有四个王帝，但是不是真的王帝啊，是土王帝啊。那当时候是不是现在那个大的国家王帝是土王帝？那在他们附近呢，有五个城市，五个城，他们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可能他们军事势力比较强，
他们共这这五个城有十二年的时间，十二年他们都要进贡给他们，要这这四个主王帝。但十二年之后呢，他们就不听话了，反叛了。所以这四个主王帝呢，率领他们的所有军队去攻打他们，攻打他们之后呢，将他们的人啊、财物啊，全部拿走。当时候有一个城叫索多玛，索多玛里面呢有一个人叫罗德，罗德刚刚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亚伯拉罕就是为了救罗德一家，他就率领318个人，他的壮丁啊，在家里面所有出动310个壮丁去攻打这四个楚王帝。我看到这个楚王帝啊，比他的兵马还要多，可能多10几倍，可能10倍。300多人怎么样打他？可能他们有3000多人，可能有3万多人，我不知道。可能很可能四个楚王帝不止300多个人，但是亚伯拉罕的率领318个人都去打，竟然打赢了，竟然打赢。我相信在中间有神的记录在中间，是不可能打赢，不单打赢，将他所有财物、人全部救回来，当然救回罗德一家了。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段经文里面，亚伯拉罕打赢了，但是他打赢了，他怕什么？我赢了还怕什么？不可能啊，我们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出事以后说不要惧怕，因为可能亚伯拉罕回去之后说，万一这四个楚王帝他又来打我们怎么样？我们可能上次赢，今天不一定赢了，所以他可能惧怕，可能有这样惧怕啊，我不知道他惧怕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看到回去看到第14章的时候，当他们把亚伯拉罕将所有财物还回来的时候，但人呢救回来之后，这个索多玛王帝他怎么样讲的啊？我们一起来念。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裙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那时候，这索多玛王帝就说：“嘿，人，我来回答。”所有财物我送给你，因为你救了我，啊！所以当时亚伯拉罕说：“我不要，我一根线我都不要，一根鞋带我也不要，免得有人说我今天丰富是因为索多玛王给我的，我今天丰富是因为神与我同在。”你看见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亚伯拉罕有这1000的理由，为什么要这个大红包？人家你帮他做事，他送一个红包给你，这红包是很大的。他可以有1000的理由啊，他有1000的理由，他可以说是有神的恩典，但是全靠我，全靠我的勇气，全靠我训练我318个军队，全靠我的智慧可以打赢。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说，亚伯拉罕说全部是神的荣耀，全部是神的介入，不是我一点的聪明，我没有去想象里面。你看见亚伯拉罕就是将荣耀完全给神，完全就是归给神，不是我的事情。你看见亚伯拉罕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说人生也一样，他看见胜败在乎耶和华，胜败不是我们。要用什么？你知道打一场仗，打赢跟打输的关键是什么？怎么样会打赢？怎么样会打输？很简单，神要你赢，你就赢；神要你输，你就输。就讲完了。你怎么样努力也好，你怎么样想办法也好，神要你输，你就输。讲完，没有另外的原因。神要你赢，你就赢。所以其他弟兄姊妹，胜败在主耶和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荣耀全部归给神，不是我，不是我啊。很多时候我听见见证的时候，就哎呀，是神恩典，但是全靠这个医生，全靠这个药物，
全靠什么什么，全靠我好好做运动。我听过一个姐妹讲，她说我癌症今天好，因为我命硬，命难啊，是命硬，命很硬，所以我死不了。我说这你讲这样的话，我讲出来，你为什么这么说？全部是神的恩典。你今天多少时间，人是说他是神的恩典。今天我的生意做得好，全靠我双手，全靠我的努力，全靠我的智慧。你讲完之后，神就会断气，你就断气。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有力量能够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你的力量。今天能够呼吸，他是允许你呼吸。今天你能够心跳，因为神允许你心跳。所以不要让荣耀归给自己，你学习亚伯拉罕，说全部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我，不是我。所以我们看见，真的要学习啊，不是为荣耀而生的，不是因为医生，不是因为药物，你要谦卑和神啊，都是你的怜悯，在有你的恩典。你可以说感谢主，透过这个医生来帮助我；感谢主，透过药物来帮助我。你可以这样讲，不是说感谢主，哎呀，不单单感谢主，我还要是全靠这个能力。不要这样，你小心，你小心，生命在神的手的里面。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真的。敬重他，这个人叫马丁·罗伊·琼，中马丁，他是做做医生，他不大不只是不单单做医生，他在英国的王家里面住御医，知道什么是御医呀？就是王帝的医生的领主的里面，都不是普通医生，二十几岁，然后他后来成就很高，写了很多书，但是。他都不讲，他从来不讲自己，从来不讲想当年我怎么样，他从来不讲他的在坟墓里面一句话。他说这个坟墓里面写什么东西他讲看不见，他只一句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你看见 For I determined to know nothing and nothing。就是说，我定义只是知道一件事，就是只全讲耶稣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生命里面，我什么都不讲，只讲耶稣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这种人是怎么讲？从来不讲，想见当年我的成就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句都不讲。不像当时他，还有一个人叫宋尚杰，他的成就也很厉害。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边工作努力的工作边读书，拿到博士的学位。不但那博士学位是博士学位的高等的博士学位，但是他回来的时候从来不讲，他常常讲一句话，常讲一句话，说他就说我要灭绝智慧人智慧，拒绝聪明人的聪明。然后又讲神，你不就是说世上人的智慧都要成为愚拙，我常讲，世界人的智慧在神的面前是愚笨的。神说要灭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全部在神面前一无所有。但是这个是高等博士学位的人讲的，他最后的坟墓怎么样？可能大家看不见，他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一句耶稣基督的仆人。一辈子是这样，42岁才能相信这个世界。你看，这种人是完整一生里面从来不高举自己，在一生里面谦卑的去告诉耶稣，这是耶稣。因为有一次我去坟墓的坟场去找散步的时候，在坟场散步，有时候有机会去坟场散步，好的，冥想一下，我看见一个墓碑。我一看这个年呢，死的年份，出生的年份跟我一模一样，为什么我在写在那里？
然后呢有四个字，基督精兵，好不好？然后，但是如果我写的，我不敢写，我不敢写基督精兵，我只说基督的奴仆，基督的仆人，基督精兵，我不配，我不配。但是真的，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刚刚靠近耶稣，刚刚靠近耶稣，要基督每一步迈向我更高的地位，刚刚靠近耶稣，没有靠近我们的一切都漂亮，没有靠近我们的头人都健康，没有靠近我们的这个地位，是多么的厉害。你听见告诉耶稣，对着告诉耶稣，好吗？不对着告诉耶稣，不要告诉自己，不靠我自己。我们讲会讲，我们讲会怎么样？不要说想当年我怎么样，这个说讲见证。很多时候我们说讲见证，其实不是讲见证，是不知不觉的看见自己。然后你看见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说：“不是我，不是有什么遗憾，都是全部全部归给神。”啊，你看见在这里讲到，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那不要惧怕这句话是谁讲的？亚伯拉罕，谁讲？是神讲，耶和华神讲的。人讲不要惧怕，没什么意思。那有是人是我在中的时候侍奉的时候。在房子上面，不是在楼底下。像我讲过，在石膏板，你知道，没有石膏板，一块石膏板，石膏板后面，还屋顶中间是空的嘛，你知道吗？啊，中间突然之间晚上，有一个声音在上面，哇，这个声音很大哦。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人，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动物在里面，啪啪啪啪啪，跑过来跑过去。哎，这真的很怕，因为每天晚上一段时间都是这样跑，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我们怕什么？怕现在这个石膏板不够力，怎么样？跳下来，这个大的动物，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肯定是不是狗，是不是猫？都每天有很多怪怪的动物。你下来，他说不要下来啊，不要下来啊，下来就是很容易，石膏板一下来你就完了嘛。所以。但是我就跟安杰讲，不要怕，不要怕。其实我讲不要怕没用，因为我说不要怕，其实我怕不怕？我自己也怕，我就怕。但是我就哎怎么不用怕？因为我讲，其实我都发抖了嘛。但是我们下来，比如真的现在看睡觉的时候，啪下来，更怕了啊。所以人讲的不要怕没用的，他不要怕，不要怕。但是。最重要是什么？神讲，这里说神告诉亚伯拉罕，我说不要怕，神讲不要怕，你就不要怕。人讲的不要怕，有限，只是一个安慰，安慰里面也没有什么力量。像六姊妹，所有时间我们知道，现在在教会里面也好，可能你认识朋友，可能现在你是自己也好，人生病。里面重病的，弟兄姊妹，朋友，告诉你，一个病人的世界，跟一个健康人的世界是两个世界。那个健康的人，永远不能够明白一个病人的世界他的感受是怎么样。一个病人也很难，也不能够进入健康人的世界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安慰人，我理解你的心，你凭什么理解人家的心？人家在癌症啊，人家在化疗啊，你说我以前也是，你以前是你，你是你，他是他，他的化疗跟你的化疗不同，有没有可能两个人的苦难都是一模一样？不可能。所以你要小心讲话。我理解你，我明白你。你真的明白人家吗？你凭什么明白人家？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的里面，
只可以说，愿神安慰你，只有神，只有主耶稣，只有我们的神说，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应许你，你不怕遭害，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只有他能够真正安慰我们、明白我们。所以，听神说，不要怕，不要怕，更不要怕。但人说，不要怕。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去帮助人，神用指头，不要怕，不要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什么，可能是一个是身体健康的问题，也是经济的问题，可能情感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是神说，不是我说，神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不要怕。所以我们听见，然后这句话的里面就说，不要怕，不要怕，我是你的什么盾牌，我是你的盾牌，盾牌用来保护自己，盾牌，就是可能这个盾牌就是说，我要保护你，我要保护你，一定不会找到你，人家在你的指指点点，不会来的。因为我都是保护你，你看见有诗篇怎么样讲？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的多，有许多人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很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议论他、批评他。”但是讲到这里怎么样？律也是来了这句话，但是听一听，那这个应该是什么？Silent music， 就是没有声音的音乐。你听过没有声音的音乐没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这个人啊，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音乐，是一个非常力很大的。你看见，你们指指点点，在背后。指指点点，你怎么样攻击我？一定你怎么样攻击我？人怎么样用话攻击我？你耶和华是我什么？一二三，是我四维的盾牌，不是前边四维的盾牌，还有是你是我的荣耀，叫我能够什么抬起头来的。抬起头来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宣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不用怕。神说他是我的盾牌，都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盾牌，神都是我的保护，神要保护我。有一首诗歌是什么？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虽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传扬的神，就只能愿意我们宣告，将这个世界宣告，神是我们的四维的盾牌，我们可以抬起头来，当我们向这个世界宣告，跟魔鬼宣告，我们不惧怕，因为神是我们的盾牌。当你这样宣告，宣告用信心的宣告，这时候，神的祝福要领导你，神的意志要领导你。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大胆的宣告，这个是你的宣告。现在我们不是唱诗，我们是向世界宣告，我们是魔鬼宣告。神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盾牌，神是我的亮光。我要依靠我的神。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愿神的祝福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家，愿神的医治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家。好吧，我们再一次用有力的声音宣告：
耶和华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万物的困攻击我，那一怀中的苦海到海，你是我的神，我所以哈利路亚，你同在，是我全人的神。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承担，大胆面前宣告，在世界面前宣告，神还没受更多。所以弟兄姊妹，在电视机的旁边的，在 YouTube 旁边的，你们听不见他们唱的诗歌，你只听见我的声音。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下次如果你可以的话，来到我们中间一起的敬拜，用我们一起的宣告，一起的唱诗。你在这里才听见他们的声音的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盾牌，我的盾牌。所以你听见后来怎么样？神应许的满足，但你要想把它受住，你不用害怕，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买断，不用害怕，你不会有癌症，不会期待，你也不会中风。因为平平安安在中老年离开这个世界，你看在神对他的一个这个应许，再看你看见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你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这个呢是在中文里面呢，翻译不太好，在英文里面怎么讲？在中文里面我好像说，神说我要赏赐你，大大的赏赐给你。但是在英文的里面说 I am your shield and your exceedingly great reward， 就是说 I'm your shield， 我是你的盾牌，我也是你大大的赏赐。真的翻译出来是这样，神说我不是要赏赐你，神意思说我就是你的赏赐，我是你的盾牌，我自己亲自出面，不是要天使保护你，我自己来保护你，我亲自出马来保护你，神出马来保护你。还有就是，我是你大大的赏赐，而且有 exceedingly great reward。exceedingly 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然超过很大很大的这个奖赏。神是我们的，神不是说我要给你钱，我要给你健康，不是。神说我要将我自己。我神也好可怕，你要怕什么？ I am， 我是你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你经历神的同在，这是人生当中最贵的财产。不是说单单神的同在，乃是你经历神的同在。本章是灵宝，就是说神你经历到我，我只感激现在落地。这个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要追求神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让我们神的丰富，神是我们大大的赏赐。有小孩说我的爸爸是医生，有一个小孩说我爸爸是律师，有一个爸爸说我的爸爸是法官，不厉害，我的爸爸是神的，我的爸爸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谁的爸爸比我爸爸厉害？我的天父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我告诉大家，我是富二代，我是富二代。天父是不是你们的天父？是的，举手。OK， 好，谢谢。你们有哪一个知道自己是富二代的？举手。对，不是很多，不是全部啊。我们都是富二代啊，
我们都是富二代，为什么我们的天父他拥有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金银财宝都是他们的，天父是我们的天父。他说 I am your exceedingly great reward， 我是你的赏赐。我不是说我要给钱给你，我要给你健康，不需要这个，有神，神说我就是你的赏赐，多好啊。所以听到这里面，我以前在宣教里面30多年，没有一个月有稳定的收入，我曾经应付丰富30多年，没有稳定收入，不单单收入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帮助旁边的人，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建一座圣经学院，建一座图书馆。所以神的神与我们同在，我真的是富二代。所以大家要知道，你是富二代，因为天父是你的父，我是富二代。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看见神说：“我是你的 great reward， 我就是你的赏赐。”所以亚伯拉罕看见首都马王，给他的财宝是什么？金银珠宝、眷属，不是神来讲，就是。离土杀了一粒，算什么？看见我不要，全部都不要，我有我的神就够了。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今天这句话，在创世纪15章第一节和第一节，所以不用看第一节，这是15章的第一节。以后我们将这句话前辈背，写你的名字，我。小羊，羊队形，那你要知道，你不要惧怕，神是你的盾牌，神要告诉你说，告诉你，我是你的爱神，让你的名字放出去，人超让你的名字放出去，人超啊，人超，不可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爱神。这句话在你的名字放进去，你是什么名字？你知道你什么名字吗？你知道自己什么名字吗？一定知道。将你的名字放进去，再读一次，再读一次。这句话是属于我的，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光当亚伯拉罕的。这句话是属于我，属于你的，所有神的儿女的是属于你。所以我们要这样读。如果你不敢这样读的话，你不是基督徒。没有你的神啊！所以其他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的大帐幕，所以我们不用惧怕。对，但是我们看见下面亚伯拉罕心中有一个难题，他怎么样讲？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哦，哦，罗德哥，这好像是心里面很大的。”说我们要孩子，我你怎么样赐给我？因为神多次说什么？他说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所要赐你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想想，我要你成为大的国家，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讲？我们要孩子，我们要孩子啊！说你85岁，太太是75岁。如果你的太太是75岁，她有没有可能有孩子？没有可能。但她说我75岁，75岁没有孩子，怎么可能成为大国了？啊，然后啊，神也应许过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要给你，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一样多，人能够数到沙，啊，才能够数到沙粒。他说：“你要给我地，要给我的神，人都好像沙一样，但是我没有孩子啊，我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好像神啊，他不是怀疑神，他是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你看见，亚伯拉罕不是不相信神。”他是完全相信神，但是他是说什么？
人会这样相信神，不体谅你不可以问问题。相信神，你可以问问题，你可以问神很多的问题，但神不一定给你答案，可能过几天不给你答案，可能很快给你答案，可能过几年给你答案。好像我姐姐47岁才开始，54岁才开始信。我说神啊，为什么我爱我的姐姐？就是在7年的里面，他人生里面非常丰富，他常常带我去医院看朋友。他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在癌症的团契，他做团长，然后帮助很多病人。7年之前，他47岁之前，拼命工作，拼命工作，早晨5点多的上班，晚上8点多回家，每天都是这样。但是后来有癌症的不能够。7年里面很精彩的人生，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那一样最好在你的十岁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可以问问你，为什么我们要怀疑神？有时候神可以很快告诉你。有一次我去到远方，就是在农村呢，讲到讲10天，讲从6点钟讲到晚上6点钟，10天都是我讲。然后呢，第9天，旁边有一个村庄的人派人来，他说。哎呀，我们听说你讲的讲得很好啊，把神迹在高茂上把吸引过去，然后呢，神的祝福临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来我们的地方，真的看到了。我心里面就飘飘也想，人家家里家里就飘起来了。但是到的时候，神说不能够去，不能够去。我说他为什么不能去？我相信神，但是我也顺服神。后来我就回离开了，过了2天，知道原来是请假，工作场地请假让我去。我去完之后，今天都不能够讲，讲不断了。你看你人家讲的话，是你丢别人了，你怎么讲的好啊？全部是讲的，全部比你还高帽的，吸引力过去要害死你的。但是我脑子不明白，我相信神，相信神，但是不明白。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你相信神，但是你不明白。过了几天才明白，同一个事情不明白，所以他当然就是这样。他说我相信神，但是我不明白。他不明白，你怎么会？啊，你肯定，然后呢，怎么样？啊，我们不肯定的情况。然后亚伯拉罕就问 ，OK， 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今天没有孩子，你还能够赐给我什么，并且要承受我家业里面是大马池的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就说：“你啊，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这是我的后嗣。”他就说：“行了，可能是不是我没有孩子，是不是我这个最忠心的仆人在家里面打工的？”最忠心的仆人，他都要将我的遗产，我就将遗产全部给他。这个人叫以利以谢。当时神说 ：“No！” 耶和华要对他说：“这人并不会成为你的后嗣，他你子孙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神要告诉他：“你不明白，他想知道的过程，他相信。”就是他里面很想明白的过程，但神没有告诉他。然后神怎么样？神就带他去看星星，运势领他出去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怎么行？”你看见亚伯拉罕那时候看星星，他们那时候没有什么电灯啊，没有很光的，所以看很多很多的星星。神看了看星星，信号就是你。很多时候，人不会告诉我怎么样发生。神如果给我们理由，我们问他神为什么？神不给我们理由，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应许。神说：“我再一次告诉你，我应许你就应许你，但是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为什么，我没有必要给你理由。”但是我应许你，就是应许你，讲完了。我给你理由又怎么样？我给你整个过程又怎么样？但不需要，我只是
的天使你看到天上的星星，你将来后裔更是这样的，我告诉过你都是这样的。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有一个改变的时候，心里面难过的时候，继续走一走，看看天上的星星，看看天上的飞鸟，看看地上的花，看看神的应许。你看这个花，这个火龙们最漂亮的衣服被铺在你脚上。你看那天空的飞鸟，你不种也不收，我都养活他们，也照顾他们，怎么可以不照顾你？所以亲爱的姊妹，当你难过的时候，可以出去，可以走路出去，看看天上的星星，看看地上的花。看见鱼，看见鱼，也会看见鱼，都很漂亮，都是神的应许就在背后。所以神没有解释给你，神不需要向你解释，但神给你应许，应许就够了。我记得我妈妈80岁的时候，才81岁，她在膝盖要打一个的金属的膝盖，你知道吗？哇，那个膝盖，老人家嘛，哇，差的不得了，说这换了一个膝盖就怎么样，就动不动。他就问医生怎么样换呢？你怎么样？医生就说：“老人家，我告诉你，我15年做医生，做这个手术做了15年，平均1000多次，1000多次，等于我做了5000多次，没有一次失败。我允许你，这医生很厉害，我帮你做手术，2个礼拜你可以走路。”妈妈听完之后，晚上睡觉。为什么？因为医生没有说，哎，我用什么刀给你开，啊，他这样怎么样，把这个骨头这样放进去。医生一句都没有跟我妈妈讲，跟他讲就是老实讲，妈妈怎么怎么办？他只说我允许你，我这个手术做了5500多次，每次都成功，怎么可能我不成功？2个礼拜，妈妈，12天，我终于看到我比较12天都来走路的感觉。我知道你们要想来明天来做这个医生，肯定不用来香港。但是无论是怎么样，这医生没有告诉他怎么样做这个手术，但是这个医生怎么样？英雄，这个英雄是个安慰。但是我说这个是神的英雄，你要。神给我们应许，神应许一定会照顾我们的，神爱我们，保守我们的，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所以圣经就说，就是因为这样，亚伯拉罕信神，当神这样做，让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他有了称为神的好朋友。所以圣经里面，你要。人吵架很容易，你要与人吵架，你跟他讲一句：“我不相信你，我觉得你在撒谎，你们就肯定吵架。”你不相信一个人，你不相信的人就会吵架。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成为好朋友，你相信他，你信任他，他是成为好朋友。我说，我今天丢你们。是有一人的，你不是坏人吗？怎么可以这样？你是坏人，怎么可以这样？当他在问的时候，神做一件很特别的事，他说：“你为我取一个3年的公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羊，3年的公绵羊，啊，2只，一只斑鸠，一只黑鸽，啊，然后两家班就拿这些东西来，就将他们劈为2半，一边在这边，一边那边，你看见都是这样。神说你要拿这个动物，一个牛，一个羊，羊，劈开两边，中间全部是水。那为什么这样呢？我就是说，因为当时人立月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将这个动物劈开两边，然后中间这个路水路。他们叫立月，两个，我允许你做这件事，你允许我做这件事，两个立月，好像今天签合同一样，今天签合同用律师来签的，但当天没有律师，他们怎么样？两个
如果我们不守约，如果不守约，后果怎么样？后果就是这样，你们抬两边，后果就死得很惨。如果我不守约，这样，所以呢，怎么样吵架很多？人，你看见，那时候晚上的时候，人家在睡觉，睡觉时突然之间有两有不料有。木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两个东西走过去，当时候神就与他立约。问题就是，当你立约的时候，神没有叫亚伯拉罕我走过去，你也一起走过去。第二种姊妹，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只有五分钟、十分钟了，你看见？啊，你看见？为什么神立约都是两个人？为什么神没有叫亚伯拉罕走过去？这个立约是跟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后裔立这个约，神给他应许之地。为什么神还在神自己走过去，亚伯拉罕没有走过去？因为神知道，如果亚伯拉罕走过去，亚伯拉罕一定死的，一定死的。为什么一定死？因为人是信不过，你相信吗？哎呀，结婚的时候我爱你呀、啊，我一生是怎么样爱你呀、啊？贫穷啊，怎么有钱啊，我不分担；啊，疾病啊，健康啊，我不分担；顺境逆境，我都不会分开。人过了一段时间就分开了，他分开的时候还很。恨对方，我全世界最恨的就是你。恨到你死，离婚的时候，结婚是最开心的，离婚是最恐怖的。你看见那时候啊，人呢信不过的，人不，人是最亚伯拉罕走过去，要死定。我们讲过，靠山什么山会倒，靠人人会怎么样？我靠靠主，永远是靠主。嗯、我们与神立约，都是跟神立约。我们到水里的时候是怎么样？啊，水里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跟随，我已经决定要跟随，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下礼拜。要上班就不来了，一个礼拜就不来了，新的礼拜到水里，下礼拜就走了，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你看你这帮人怎么样？我们这帮人是不可信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但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不撒谎。利益冲突来的时候，耶稣这样看，耶稣看看，什么都忘了。人是不可信的，所以再加上你走过这条路，好，这条邪路，你看看这条邪路。如果我们违约的话，我们要分开，好像分开两边，分开好像这个动物一样。谁敢走这条路？你敢不敢走这条路？你敢不敢？我不敢。因为我知道，我一定知道，因为有没有犯过罪？我们有没有犯罪？有啊，一犯罪就撕开两边，现在就撕开很多边了，已经。所以，神没有想让他走过去，他不就神自己走过去？其实我心里想，神没有自己走过去，因为你想，你看。两个东西走过去，两个火走过去，什么意思？我相信一个是父神，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神，他是决定我们走过去这个邪路，来代替我们自己。耶稣代替我们，代替亚伯拉罕走过这个邪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神
们是要无罪的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知道我们不义，神知道我们不守约，我们的不义，我们的不守约都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完了全部，后来耶稣基督有没有破改变？有啊，这是血路本来应该明着破改变，应该心里不改善，也是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帮你承担一切你的不守约，我帮你承担一切你的败坏，全部落在我身上。所以你是这样两个火，一个是父神，一个是主耶稣。主耶稣牵着父神的手说：“我是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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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想到，真的是他们之间有个好的依靠，就跟主耶稣跟十字架的时候做出感动到一样。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你看见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众人失去。他人不可信，因为他不能够保护自己。我们是失信的，没有信用的。你要很背后，很背后，很背后，很低低背后，他是可信的。我们身上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所以现在真的，我们不可以停下来，我们要相信，他每一句话都可信的。所以从保教这个学路上面，毫无疑问。对父神来说没问题，因为他是可信的，他绝对绝对会守约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说：“你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我全部一定加给你。先求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一定加给你。我多年来，我从四年进来去到今天，我抓着这句话，吃进肚肚子里面，我抓着这句话。”就是我过我的一生，我什么叫很放低位的时候，就是神的供应，神的恩典，曾经许过，今天保护你，你曾经在人生的路里面，有时候我们很累，我知道大家很累，特别今天母亲节，多少母亲，母亲的工资是多少？工资多少？没有工资，二十四小时，很累。我知道，神说，靠着两个人，靠在他身边，靠在他话里面，从旷野上，旷野是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靠着两个人。神说，我保守你，你看见？神说，我保守你，好像老鹰抱着鸽子肉一样。心想天空，你看见人生里面，雅各斯说，他用左手逼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逼抱起来。他的左手就是在头下面是看不见的，暗暗的抱着你，他是抱着你，你都不知道。他右手是看得见的，神一直的在保守你，保守你。我们讲过，让你。说我靠信心走前面的路，我走我很累，我走不动。你走不动，你不要动，他就动。这错你，这错，这错，头在他的怀里面，将你很累的身体，一下子就入怀里面。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听到。听这老人家祷告，怎么祷告？这老人家祷告说：“主啊，祷告你，祷告你，为什么他的痛苦讲不出来？他只是用自己就是躺在主的怀里面。主啊，主子辈，我知道你走不动，我知道你爬不动，你可以不可以走？”躺在神的怀里面，神说：“我一定会保守你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眷顾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他永远不会落空的，他是神的应许。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谢谢，这是真话。第三点，人给你说说，人可以给你说我可以心安息吗？不可以。主耶稣说我可以心里安息，都可以安息。主耶稣做的他不会撒谎的。人可以说我有一个罪。我可以住，住在里面，你可以安心，你不可以安心。那我有一个别墅里面有一个很舒服的床，你就是不能安心。所以在这个地方最舒服的床，你心里面就是不能睡觉，因为人可以给你一个安心的地方，但他们不可以给你真正的安心。在主耶稣说，我可以。主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说他可以，就是可以。神说：“我帮助你安息，我可以帮助你安息，可以安息，可以安息。”就是神的应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下这个画面，看一下中间的描述。我知道你们很累，要工作，或者现在很忙，不但要在家里面工作，工作完还回家，回家吃饭，然后还要预备明天下班的。很多的事情，还有主办的老公司，我知道很多，看一下主的话语，可以不用祷告，你就说，记得把今天全部的关注，记得这句话，这是第五个第一点。你不要去看，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大大小小将你的名字打在里面。感谢主，感谢主，神是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敬拜，神是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的阳光。谢谢张牧师，让我们用这首《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来回应今天的讲台。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不知感受你的你是我的恩爱，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开心的一生。永远朝你围绕起我，在你怀中披着他的我们的神就能认到，认到你的心我的手。我和你靠近，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的心是归你。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可以靠近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
众人垂涎围绕，众人愁你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听不他的好，你听我的话，我叫你开地你看出是我天然的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在你怀里，你同在，是我天然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下面是回应与祷告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经文。要击掌祷告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大大的赏赐，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还求什么呢？我们要如何回应你的？如果你愿意，求你决定台上的现金，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来拓展你的国度。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再次欢迎大家，我们一起在主日。用我们心灵的诚实，我们高兴来敬拜赞美天主去、也欢迎在电视前面在一起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同心合的敬拜是神所喜悦。那今天很多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有成立玉姊妹的 Kevin 他们当中，欢迎你们，他们现在来过我们教会，他们又回到我们自己当中、还有宋丽，他是素兰的朋友，还有一位叫李小姐，带她的孩子在我们欢迎。好，欢迎这里成为大家属于的家。那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那今天是我们的母亲节。那所以我们首先感谢各位母亲，也祝福各位母亲。那今天教会有点心意，我们会送一些鲜花给我们的母亲。如果在当中是母亲，大家站起来，我们可以让我们好翻遍吧。先发给你们，是我们属于的母亲品牌。请来的话，妈妈很自在。啊，其实如果。带回去给自己的母亲再听一听。大家，大家记得，大家记得。OK， 感谢主，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母亲的辛劳的付出，祝大家春节快乐。好，那下面是我们的报告的时间。那首先是关于年会，那由于五月一号这个年会的投票没有能够达到会的法定的出席人数，票数是不够的，那所以我们投票的程序会顺延到下一个主日，五月十五号，那在下一个主日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 Zoom 上面继续我们的一个年会，那年会的会议内容会稍微发布。
那五月十五号那天投票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都是有投票，就在晚上投票，我们把那个直接发给教会，邮件发给教会，也可以通过来教会填写那个里面的那个选票来投票。请弟兄姐妹，请会友，务必来参加投票。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神的家，那我们一定来关心我们家里面的事工。鼓励弟兄姐妹那天一定来教会当中来参与投票，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可以投票。那第二件事情是在今年在五月二十七到二十九号晚上七点半，我们有我们的多伦多的一个国语布道会，在二十七到二十九号晚上七点半，在多伦多华人基督教会。就是 Waterfield 或者大法后面那个教会，离我们很近，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把握机会，身边如果你还有认识的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也鼓励你把他们到我们的布道会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详情大家可以看陈信长的副页。那在具体生活方面，我们这周五十三号上午十点半也有长青团聚在路上面举行。那我们在每个月的不同时间，我们有小组啊，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小组，那么请弟兄姐妹一起参加，在我们话语当中不断的来学习，我们在小组当中彼此关心和带领。那我们教会也开放弟兄姐妹来团契来聚会，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来预约房间。那这是报告内容。好，现在请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圣灵宝贵师，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每天，我们生命都有新的开始。感谢你每天赐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饱尝主恩的滋味。我们每一天活着，就是主的恩典。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人所能测度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信实，让我们可以在困境当中依然可以依靠你。你是我们唯一可以真正依靠的，因为你是那守约是慈爱的神主。正如你所说的，你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也得的更丰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信心。让我们不惧怕，不疑惑，因为我们上面所需要的一切，你都知道。你也必把最好的赐给你的儿女。主啊，你告诉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你所赐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就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完全的摆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为着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献身。主啊，只有你才完全的知道他们的难处、他们的痛苦、他们的需要。我们人很有限，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做什么，但是主啊，求你用你的恩膏包抹他们，用你的膀臂来遮盖他们。你一直在我们临到他们，你所有的安慰直到他们。主啊，求你在他们生活当中来经历你的医治、你的救赎，就成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面对各样属灵震撼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主站立得住。求主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愿意追求属灵的成长，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或者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依然有主与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国语堂，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让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清楚的意象，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高级基督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主，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交付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愿神的荣耀、感恩和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
感谢主，垂听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弟兄姐妹站立，我们一起来唱三颂，我们很高的所有的祝福。赞美真神万福之神，是我最最远的南城，愿是天津赞美主名，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赞美。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亮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既然我们看见啊，看不见啊，这个小坐在我们中间，知道他昨天发生了一点的意外，头骨有一点的裂口，后主啊，求主你保守他。所以我们要感谢你，安安的保守他。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两条腿都不见了。但是主啊，我们谢谢你，安安的保守他。现在他在家里面休息，主啊，求主你给他快快的痊愈，重新得力。他特别他跟太太要六月第一个礼拜送水礼，主啊，我们求主保守他们的信心。做我们满心感谢你，不单单是他们前两天看见美女跟张顺说，他跟他刚刚验血回来，他也要真的要命这么快了。主啊，求主你安慰他，主啊，人的安慰有限，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快乐的人，你吃饭都有困难，喝水都有困难，主啊，只有你明白他们的痛苦，还有就是抑郁，主啊，主啊，求主你保守他，哦，主啊，求主你。十分的平安，享受在主的怀里面的平安，就我们感谢你。在小腹也叫你小腹，求主你保守小腹，在这个痛苦的中间，主啊，求主你给他信心，蛮有信心的。好，我们知道马上在18号要出院了，主啊，求主你给他保守他，越来越有力量。虽然他中风了，但中风的里面，他现在慢慢好起来。做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求主你给我们定这个成为神的家，互相的彼此的相爱，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支持。那最主要就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跟引领，他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的时候，可以想会，愿想。